每次跟我老婆偷喝酒，每次都偷都会被我抓到。可是为什么？你就你才是偷喝酒，你老婆光明正大按门铃进来的。不是你老婆为什么要找人家喝酒？对啊，不是没有，不是找人家，只找我。安老师带他女儿去逛街，回到家里面来完了完了完了。然后那个他老婆问问那个问他女儿拉拉，爸爸带你去哪里？偷偷跟妈妈讲，然后他女儿就有点好像很难开口这样，难以启齿。妈妈，我跟你讲，你不要跟爸爸讲，说我跟你讲了，爸爸带我去看花花。花花是谁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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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以前的那个。你带你女儿去哪里看花花？啊！在胡说八道。他带他女儿去建国假日花市啊！我女儿要去买那种像千年花灯，她就要做一个这个。我大家就去他的后面啊，去他这个内湖这边，我带花市带他去买这些东西，他根本也搞不清楚什么，所以我女儿说，哎，我跟他跟妈妈说，啊，他带我去买了这个花花，很好，漂亮，漂亮，然后他就开始变成这样，他就讲说，妈，我带他去看花花，哦，花花，你忘了你老婆隔天还来我家喝酒，对，他就是、我跟你讲，就你。我告诉你，那一天事情是这样子的，他每次跟我老婆偷喝酒，每次都偷都会被我抓到。可是为什么？你就你才是偷喝酒，你老婆光明正大按门铃进来的。不是你老婆为什么要找人家喝酒？对啊，不是没有，不是找人家，只找我。他找他，因为潘老师，你找我老婆，不是是潘老师不让他老婆喝酒。我没有，你现在不知道，不要乱讲。不是，我常常在跟他喝酒。我就听人家讲过你是控制狂。对，什么？你听谁讲？哪一个？玉林哥讲的。谁？哪一个？玉林哥说你会控制他老婆喝酒，所以你老婆才不会让他喝。我女儿现，我老婆现在每天都在家里喝，她喝了个开心的。然后她常常会约他两个出去喝，喝 whisky， 喝红酒，喝什么什么之类的。他根本不喝 whisky， 他只喝啤酒。whisky 他老婆喝了。对呀、啊。真的、啊，他在我是上课不在的时候，他帮两个跑我家去喝，不然就在他们家跑他家去喝。鬼圈真乱。好来，狗咬狗，一个第三条讲不清楚他们之间的事情。再扯下去啊，再扯下去，大家都不要做人了啦。来来，赶快第三条，对不对？不要脸，我再讲下去。下流，你们下流，开心一点好不好？来来来，正品有喜事，你们不要这样，不要搞得他对婚姻失望。对，他老婆有一次真的来我家，好了，你不要急着要回家，因为潘老师要回来了，然后他正要转身要走，突然又回来握住我的手，玉林哥，我们为什么要爱得这么辛苦？你听你放屁，你干嘛爱得这么辛苦？莫名其妙，听到吗？